晚上好啊，各位，Hello Hello，欢迎来到 2HP Studio 频道，我是山猪侠。好的，我们直接一进来就看到这个网页，各位，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试玩的，那是 Summer 大大制作的 Game Jam 游戏，这个是一个多人的跑酷游戏。顺便帮我们 Summer 大大宣传一下他的游戏，希望不会太难。看起来非常不妙，毕竟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的 RO 游戏吗？没有错，那时候 Summer 觉得很简单，他觉得那个难度对他而言是简单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好像没有特别简单呢，除了某些特定的跑酷够了。好，我们现在直接进场。我记得 Summer 这个游戏好像是没有 BGM 的。既然是多人，应该会有房号之类的。我这个需要 restart 一下，应该可以 restart 吧？哎，可是这是多人的。多人要怎么 restart？我是全部关掉啊！我全部关掉好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 restart。哎，我好像很久没有试过直接离开游戏会怎样啊？直接离开游戏会飞到哪去啊？你看它没有 restart 的选项啊。给了我，网页忘了切，哈哈哈！咱们把网页给关掉一下。但是还是需要 go back to hub。现在有 hub 这个东西吗？我好像点了没有反应。不是吧？我要重新关掉，重开哦。好吧，我关掉重开好了。毕竟我不知道怎么 restart。重新开启我们的游戏。我有把 Summer 的这个游戏网址置顶在我们留言区最上面，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呀！坐等 loading 呢，只有 loading 有 BGM。四个叉叉，看起来有点恐怖。看起来应该是个长条形的地图吧。有了，进来了，入场了，Pick up the trophy。多人游戏，这到底可不可以让大家进场？打一下房号 instance，但是应该也只有我一个人。我怎么每次都会忘记 instance 怎么拼啊？哦，instance。是吃太饱了，脑袋转不太过来。有了，有房号26747，267471。267471。好的，有需要的话，大家再一起进来玩吧。我要一个人先孤单的跑酷了。
不会太难。哎，这个柱子也太极限了吧？是不是要站边边跳？我可以另外一颗也吃吗？这吃的是……嘿，什么？这什么？前面就死了，我的 fuck！ 啊，有了有了，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球嘞，前面就这么极限的吗？我好害怕，这个球。那个 summer 是不是要踩这个？哦，啊，没有起来的时候不能踩啊，难度很多。哎哎，等一下，我的雪人又没了，等等我，我的雪人。起来吧，雪人，我需要你。阿木奈奈。这有计时吗？不会有吧。每个都给他吃一下。什么？还有障碍物 ？What the fuck？ 哎，又到摔手把时间，没有错。一招踩错了就得全部重来，这路途漫漫，何其远！我的天啊！不要啊 ！Summer 啊！算了，下次做简单一点。要一起来玩吗？可以点上面的网址连结，应该可以多人吧？我记得他是写 multiple player， 所以应该是可以多人的。啊，ダメです！啊，哭！哎，我的老天人！没记错的话，达哥昨天是不是也有玩？为什么？为什么我啊？我应该已经碰到树枝了才对啊！晚上好啊，拜九！来啊来啊，一起来被虐！哎，我的雪人啊，雪人啊！哎哎哎，这个错位怎么回事？起来，雪人！这一点儿。一点都不能碰到边边哎，碰到边边就直接判定滑雷。等一下，等一下，好好让我跳，谢谢。啊，ダメです！啊，为什么？等一下。什么意思 ？Summer， 好离线。不，那边的时间有点刚好，那边刚那个第二个雪球的时间有点刚好，是不是速度要？腿要长一点，速度要快一点。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突然拿到了几颗？突然拿到了几颗波手？好，就是这样。啊！你我你个个！好你个雪球啊！不行，他只要 一有那个下去，瞬间就会被弹走。完了完了，这个一个小时内解不完吧？啊！失去语言能力了，这才开场几分钟啊！我去，
没事没事，我们还可以。好，就是现在，按拿现在跳。不好了不好了，雪球快出来了。好好好好，可以可以。这可以直接跳上去吧？啊，可以啊啊！我怎么到啦？我的天啊 ！Summer， 你好狠啊！啊，这是从左边还是右边？这好像左边右边都不行啊！啊！我右边那颗没吃到。哎，有分蓝色房间跟红色房间是不是？刚貌似看到旁边有一个，啊，哪里手嘞？太令人惊恐了吧！零零，什么意思？突然就掉下来了！天哪，还有下层 ！What the？ 迷路了，好像踩了什么机关的声音。不会还带着解谜钥匙吧 ，Summer？ 我这是在哪儿啊？这好像没地方去了，咱们只能踩着那个，或是直接跳下去了吗？这机关不知道是什么。哎，有人进来了，是谁？两个人，究竟是谁？就踩着，没有反应。哎嘿，嗨，白酒。来，一起被关小黑屋。这边要怎么上去啊？应该是从这边跳啊。你们有玩过 Summer 的这个？哎呀，腿比较短，腿比较短。你们有玩过 Summer 这款游戏吗？啊，有了有了。下面一个红色机关，上面一个黄色，这该不会要同时踩吧？有这种事吗？哎，我被关起来了吗？啊 ！Let's get it！ 这不会是只有一个人没办法达成的游戏吧？放我出去！啊，有了有了，开门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真的要被关在里面了。有点快，阿姆奈呢？这边弹飞啊！可恶！哎，可以！哎，可以！啊！怎么往前滑了一下？嘿嘿！白酒已经到哪了？白酒已经到对面了，太快了吧！等我，等我，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啊，就是现在，跳短了，服了。哎，这么难跳的吗？电梯上楼啊，就是现在。奇怪，那个不会动是吗？等一下我被晃晕了。哎，他又上去了。找准时机跳这么难的吗？他又上去了啊，就是现在。我的天哪！就是现在！好像好恐怖啊！这个错位的感觉，不，你下去的。看来是又有两个机关，那里有个机关，
别再跳舞了。一三蛛侠的能力，一个小时还没结束吧？真不愧是我们山姆大，太优秀啦！山姆，以后不要这么优秀。知道你会上去，我不会再被骗了。快下来吧，就是现在。这块是不会动的，前面这块会收回去吧？前面这块不会动啊！原来是我多虑了吗？我终于到了，这要怎么按？这要怎么按？这蓝色的按钮。哎咻，跳不到，是不是没办法按了这蓝色的按钮？是不是得从这边跳过去，然后再跳过来？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嘿，啊！你们一个火车，啥也没按到啊！我的按钮，我要重新上去了。为什么你按到了 ？Why？这不科学啊！为什么你按得到我按不到？难道角色也有手长脚短之分？惨了惨了！只好捡捡 Voso 安慰自己。这是一个沉船区吗？我手刺一下，我只能刺我手安慰自己了。从这边进去吗？这有门嘞！哎呦喂！啊，出来了，出来了！哈，终于从那个下水道出来了。这个白酒倒是熟门熟路啊，跟你家后院一样啊。这速度之飞快令我瞠目结舌。No No 是什么意思 ？No 就是 Yes 的意思，No 就是 Yes 的意思咯。我怎么觉得下面的地板看起来不是很妙？白酒怎么进到那边去了？谁呀？这是你家后院吗？还是你家厨房？你怎么这么熟门熟路的嘞？这我是要啊！这我是要怎么跳到上面去？下面的路是不是不能走？算了，既然都下来了，就都吃一遍吧。好吃哦，我说好吃哦。一定要跳这个才上得去吧？可恶，给我回来啊！让我上车啊！路人偷笑中，可恶！没上去。这难度对我而言还是有点太高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初学者嘛，对不对？好酷的初学者，哈哈哈，上来了！这一抖一抖的物理碰撞，心有余悸。跳这一种可以了吧？啊，跳这一种，哦哦哦！等一下，那边是过得去的吗？不要骗我啊！我说的不好啊！啊，可以可以可以。吓死劳资！白酒又去哪了？白酒怎么又消失了？我看到了，太远了。
真的是你家厨房吗？啊，人怎么又不见了？哦，在那里。这我们现在是要啊 ，hard 是什么意思？我心脏不好，不好意思，这位先生，请问你是义无反顾的想走hard的路线吗？我们有 easy 路线可以走，我们可以不用如此刁难自己。不是，这有 easy 路线，快看看这里，这里是有一个小巧美妙的洞穴，非常适合我们体型娇小的，非常适合体型娇小我们。你看一看这个洞穴嘛，就是不看这个洞穴。可恶！哎，不能趴下了，为什么？不是按 Z 吗？啊，是按 C 哦。不如我们进去吃吃 boss 再退出来。这进来吃了 boss 还可以退出来吗？有这么智障的吗？咱们走了 hard 的路线，还可以再回来简单路线吗？我对他的路线我是真的没有太大信心的。而且这是不是分分钟落水的事情吗？分分钟落水。我操！太难了，这是我没办法判定，我没办法判定爬的范围在哪里。不是藤蔓吗？蔓得过来塞。我没办法判定爬的范围在哪里，是多高啊？上去就不行了，就只有这个范围，小小的。啊哈 ，OK， 这个范围，啊哈。啊！完了！等一下，多跳了一下。我觉得我比较适合easy路线。难得。为什么我这样跳不上去？这个画面如果抖动的太厉害。不舒适的人可以先缓缓，我应该还要再抽去个好几下。我们白酒上去哪了？他已经上去了。怀疑人生，要不你下来吧。怎么会？这判没判定到底在哪？我不能理解。这条没错、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好。哦、oh, ，有点晕。我自己不行啊，我不能晕啊，我们还要撑到下半场，这才上半场刚开始呢。可以了吧？可以了吧？慢慢的，缓缓的。要是我有一把锤子，我现在就把这高斯牌给打烂。爬藤蔓啊啊！爬藤蔓嘛啊！我不行了，我放弃了，我要去easy路线。看一下我们白酒在哪？抱歉了，白酒，我们就此别过，分道扬镳。太快了吧！不是，这好难爬、啊，我好，我再试10分钟啊！
连一点多余的动作都不能有呢。Summer， 你 keep fighting， 完全是迁怒欸。哎哎哎，我刚差点就过去了。哎、欸、哎、欸，奇怪。哎、欸。Very good。想想达哥，达哥什么？达哥。大哥有比较快吗？还是大哥有比较惨？咦，我操你妈，真灵！啊，是按太上去了吗？不，嗯，又下来了。什么？这什么？这他妈太是啊！哎，朵花小啦！走一起，我也想走一起。我们再试做一次，虽然我觉得我肯定要掉下来了。好，再见，走 easy， 我受不了了，走 easy 咯，走 easy 咯，拜酒，快下来团聚哦，快下来团聚啊，我们先走一步咯，隧道什么的真好爬呢，啊，隧道真棒，隧道真香，哎。啊哈，轻松多了，我的妈呀！啊，舒服多了。啊，这怎么进去？哎，不是吧？啊，可以可以可以，原来是经过计算的啊！啊，是吗？原来还是那个上面的路线是吗？那就没事了，我走我的 easy 路线。这个室内空间有点狭小，我看不太到路。哎妈的，撞了个头啊！哎，还越撞越往下，牛掰！查一下地形。上面有什么东西顶到头了？什么意思？越走越往下，等一下，这一里路线。不是，眼睛不太好。观察一下哦，我观察一下哦，不太对劲哦。奇怪，我起跳就撞到头了。哎，你妈！我是不是走错路了？走错路才对啊，应该是往这边走没错啊。怎么老是撞到头啊？我没长这么高啊。
我没长这么高啊！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是这样吧？啊，卡在这个缝缝中间。哎，哎，啊，这样走行了吧？啊，好的好的，我悟了，我悟了。啊，这里这里没有，这里总撞不到了吧？看一下我们的脚底，脚底板啊，脚底板空间是够的啊，可以。啊，就这样吧。哎，又来。再看一下，头顶没东西了吧？我可以跳藤蔓吗？不能直接跳藤蔓，但藤蔓好像会撞到头。这里总行了吧？这里……啊！天哪，累死我了！天啊，我上来了，这他娘的累人啊！卑躬屈膝就 easy。眼泪都掉了，让我吃一下魔手压压惊。啊，天哪！啊，请问这把大火是什么意思？这把大火是什么意思？哎，啊，里面怎么？里面怎么有个素人倒退着跑？什么啊？是山姆是幽默吗？啊，白酒怎么一转眼又不见了？是不是就跑到前面去了？真的是，看来各位，看来对这里实在是非常的熟悉。Hot Sea， 嗯、哦，爬过去是不是？啊，这个我很会啊，最会爬了。啊，爬就对了。这是新的存档点吗？他说我已经失去白酒的身影了，他不会是已经到前面去了吧？等一下，这尼玛是什么玩意儿？等一下，我觉得这玩意儿非常不妙啊！太优秀了 ，Summer。看准了路线，嘿，等一下，我看准了路线，跳下去就对了。今天有颁奖台，颁什么奖？我也要领奖。我可能需要一些奖项来抚慰这被虐的心情。等一下，我的便车别走啊！这边有没有比较好跳？看起来两边是一样的，看起来是对称的。去了就得向准，赶紧跳，是这意思吗？没有错，过出去了赶紧跳到这里来。好吧，好吧，再来。快来啊，我的车！哎呦，哎呦，我这个怎么了？怎么了？嗯。可以叫 Summer 哥办活动，然后奖项由 Summer 出吗？这真是太好了。Summer 就会说：“那不如让 Pinky 来办活动吧，奖项就由 Pinky 来出。”你还收回去偷改。我都烧瞎了，太残忍了，惨无人道啊！我的天啊，我都烧瞎了。没有错，你刚 X 达成 S，
然后我一直烧香。回来啊，我可以的。跳过头啊。啊，然后嘞，啊，看来接驳车到了，接驳车，别走，哎，得趴下，得趴下，得趴，巴林老师，太快了吧，哎，我就差一点点了。太快了，抱歉了。欸，走过头了，多走一步就这样下去了，怎么回事？车回来，我觉得我可以通关了，我觉得我快了，我就差那一步嘛，对，欸，我就差那一步。上车之后，上车之后要跳，跳了之后要趴下，趴下之后还要再跳，然后再趴下。好，先上车再说，跳，然后趴下，欸，然后再趴下。然后我的梯子呢？我的梯子呢？请问我梯？我该如何是好？我我车呢？等一下，等一下，这车不对劲！哎，好，我到了！天啊！跳去正面，跳去正面有点难，我是去怎么跳？啊，我到了，耶，yeah！ 我怎么忘记欢呼的动作是哪个？之前不是有那个一直欢呼的动作？啊，不管怎么说，我过了，好开心啊！终于过了，哈，没什么吧 ，Summer。小意思，这还不是被我破台了吗？啊，下次海田非常简单，可以再难一点，没事，再来吧。大言不惭的，耶，过了过了，现在几分？现在9:39而已。有点快哦，我想说我可以跳到十，我可以跳到十点直接接驳试试。好诶，欸，我们过了，咱们去其他关看看吧。总之介绍一下，这是咱们 Summer 大的 Game Jam 游戏，有兴趣的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然后适当的选一下 ED 路线是不可耻的啦，懂吗？我还有一张 hard 的，太可怕了，先不要，先不要，缓缓，我们可以下次再来。你该回去 hard， 我不要，我们就这样吧，当我过了啊，我们是闯过了千辛万难的挑战家，看一下我们上面这个。来偷看他的模型，呵呵，这完全就是考虑机制在做的，非常的简，非常的简单明了。早起，我要来去玩我们的，是不是有新的 event 啊？地狱模式呢？不要，先不要。哎，中间有灰一块，中间灰一块，这是。1234567张图，
博士有七张图哦，真的假的？总不会中间那一坨都是博士的图吧？看一下，博士的一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哎，真的是七张图啊！猫按到，不错不错，猫言猫语。我们之前跟人家开会的时候也有这样，那个会议同事的那个猫直接一个滚键盘，大家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直接突然一连串乱码，不知道在勾啊小。原来是猫按大，是猫那就没事了，可爱。Lab Rat 不知道是什么，这应该是十点才开。我们可能挑个简单的图，这些都是博士的图吗？看起来好像不太像，只有这张是博士啊，然后其他不是。如果单以图片来看，好像还蛮好逛的，不知道，打个问号。这里还有一个水底下的，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 Funny Fall。哈，我猜一定就是跑酷。看这五光十色的样子，我们来去 Ninja， 这好像没有多人图，我是不会去这张的啦，不要想了。这看起来就一脸恐怖游戏的样子。猫按到了，这句也是猫按的，这也太牛了吧！太聪明机智了，这猫。刚图啊、哦，没事，它图好像跑得有点慢。好，我要去 Ninja Kingdom， 其他好像也都是单人图。这是星光人寿，抱歉，没什么兴趣。嘘嘘，讲太大声了。周琦，我要去单人图看看。等等，再看看能不能接到博士的图。博士的图是比赛是不是？就是那种跑时间的。嗯，太好了 ，loading 音乐跟我的 BGM 尬起来哦。好大一只天狗。中间这个小人一看就是阴阳师。欧阳吉，又是现代都市的街道，然后后面又是这座叫什么？记得这座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不知道什么瓦克的城，忘记叫什么了。这些杂七杂八的日本知识记都记不起来，通通都是看动漫随便乱学一通学起来了。二乘二图，嗯，录音乐没了，可以进场了。Alpha version 0.8.10，哎 ，Alpha version 是8.10的话，不知道 Game Maker 有没有更新哎、欸。他有 BGM 啊，那赶紧把我们的 BGM 先暂停一下。虽然这 BGM 看起来是老 BGM 了，啊，有点忙进来，没有任何任务，没有任何指示。Excuse me？ 啊，这是日本常见的暴走族。人力车啊，有了有了，终于有任务了。我的网页挡到了啊，现在才发现，感谢提醒，哈哈哈哈哈。每次开网页常常有大概率会忘记，感谢提醒。 Welcome to our Ninja Team
欸，这怎么念 ？Ninja， 好，什么什么 festival， where everyon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our ninja related activities。好，反正就是在介绍他们这个共生什么什么什么株式会社。不会念。这是风神跟雷神吧？是了是了，是日本风雷的形象啊。里面有一二三三个任务，我们直冲任务吧。看起来就是叫我们去。Welcome, want to experience the feeling of being a ninja throwing a shuriken. 手里剑 shuriken. Ninja dagger hiding in hands. 他要解释一下手里剑是什么是吗？然后嘞，我们对着这边射。怎么发射来着？ Hit the target。 哎，怎么射出去的我都不知道。有点 delay。 哎呦，这个就没什么 delay 了。刚这里卡了一下，那这里卡了一下，不知道藏了个什么东西。Let's see how good you are at shooting hoop。 哎，等一下，他怎么没理我？可能是刚刚选到了，嘿，嘿。天啊，这好 easy 哦！这跟刚刚那个，这跟刚刚那个看起来有点鬼畜的东西比起来，这也太 easy 了吧？简直是有辱我的智商。而且这也太和平了吧 ！This elegant ninja makes only cost 10 koben。口碑是什么？Japanese of gold coin。哦哦，这个叫什么？这个板板叫什么来着啊？哎，算了，也不是很重要。我们要捡十个给他。好哦。这张图真是有点和平过头了，没什么难度啊，太 easy 了。好，刚刚难度这么高，现在突然这么轻松，实在是不是很习惯。十个啊，这里最后一个。给了我们一个面具。哦，三个解完可以回去跟他说话，该不会任务就这样结束了吧？咱们应该还可以进城之类的。等等，让我脱个外套，有点热，最近天气突然从很冷的天气突然又变超热了，超不稳定的这天气。咱们可以戴个面具，穿个衣服。怎么没有给我裤子吗？我没有裤子穿的吗？这样有点突兀。好，里面还有个任务。好，得给我件裤子吧。啊，是个和尚 ，monk。天哪，我可以拿剑吗？哎呦！这五光十色的图还是被传送到外面去了。You see some people dressed like warrior in the distance.
战士。哎、欸，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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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可以了。看一下这把剑。不是给你面具挡脸了吗？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面具挡脸了，裤子就不用穿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思想有点不太对劲。这种思想是要被请去喝茶的，知道吗？太过危险了。哦，是在里面，我在外面。入室行窃，手举起来！入室行窃啊！不觉得日本的这种门很容易被捅穿吗？好看是好看，但是这要我住起来，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没安全感，或是那种，或是从外面用手指戳一个洞，然后偷窥里面。太可怕了，那洞就小小的一个，你给我一个，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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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忍者，好可怕啊！天啊，也太可怕了！Oh my god， 毛骨悚然，我最近才想到一些，就是，例如说你下班回到家之后，然后睡到一半，发现床底下有声响。竟然是有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躲在你的床下，这种恐怖的事情。这里有人吗？哎，可以开耶，还可以关 ，OK。但是没办法拿酒。随时都有影子，很恐怖。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想到。像日本这种旧房子，不是很多都是这种上面是那种，就只是架，就是那个木板隔着的而已嘛，然后随时可以搬开来，然后就上面藏了个人，好可怕！你看到处躲人，好可怕！你看这里就躲了一个人 ，Oh my god！这个治安是不是不太和平啊？到处都可以躲个人。我看一下这个商店里有没有，到处都躲了个人哎、欸，这治安是不是不太优秀啊？啊，这里倒是没人，总不会这里躲人吧？一只熊，他们做这倒是挺干净的，比较简单的风格，干干净净的。等一下，这个房间有没有躲人？我来检查一下，我来帮他们 check 一下。好，看起来是没有人，总不会在屋顶里吧？屋顶里那我就看不到了。这么多抽屉，到底是要放什么？这些屋子里有点小，看不到有没有躲人，说不定在二楼，在二楼上不去，来去最后一处，是个铁匠铺，断刀店。哎，这个镜头一直卡到，走了走了走了。现实社会新闻好像有这样过，对啊，就是有时候会看到类似这样子猎奇的新闻，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这种事情突然发生在自己身边，好像也不是那么特别奇怪，但是仔细想就会觉得很可怕。像之前不是有国外的那个影片，国外的那个监视器，就是有个男子他的家里。
每到半夜就有一个人从上面的柜子爬下来，然后去冰箱翻东西，然后住了大半年都没有人发现那个人躲在柜子里面，超恐怖的。是不是细思极恐？为什么我有点大舌头？一定是吓傻了。Find your own way into the secret chamber to and talk to the ninja master。那就这吧。连这种小店后面都躲东西。Are you the one they call the Demon Slayer? I'm a little surprised that you were able to find your way in here so quickly. You've proven your fighting ability by defeating Onimusha. Onimusha 是什么？鬼舞者 Onimusha 啊？对，鬼舞者。打就打，来吧！要去哪里打？还要再跟他说话吗？收集十二个库奈伊是什么？我是要上去吗？看来是跑酷时间了。啊，这个看起来就是轻轻松松嘛，苦无哦，库奈伊，哼。经过刚刚 Summer 的摧残，我这还不秒，分分钟哎，我这还不分分钟破解，哼 ，easy 啦。嘿，十二个结束了，哎，你看看，没什么难度嘛，对不对？哎。好，我掉下去了，掉下去就算了哦。掉下去的我们也不强求嘛。啊，这就直接从这边走回去嘛。超派、欸。哈，确实跟我们的三宝大比起来，啊，没什么难度。哎、欸，不是，他真的要绕一圈回去哦。就是这个镜头每次都让我觉得非常不舒适，要怎么过去啊？还是我其实跳刚刚的树可以、啊？这边就可以跳过去了吧？哦、OK， 没办法直接跳过去吗？那是防死的吗？不是很想，啊、那只好走树上喽。不是，顺势的就骂脏话了。好了，到了。不是从这里进来吗？哦，原来是靠的不够近哦。Hello， 他怎么不跟我说话？Not complete。直播之后就是做自己。现在有个问题，他不跟我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任务还跟我写了 not complete， 难道是因为我不走正规路线吗？难道不走正规路线需要被制裁的吗？怎么刚刚这里有一个锚点，从这里上来？这是强迫我走正规路线吗？还是我得把所有的苦捡回来啊？不是，你这卡住我了，我这要怎么上去？嘿嘿，怎么不是叫我跳树啊？哎、欸，这不是我的问题哦，这不是我的问题哦，只是他的这个路线动线不太明朗啊！啊，终于上来了！啊，肯定不是我的问题，他那个太卡了，呵呵，怎么还是 not complete？ 啊，有了，
难道真的刚刚得走正规路线？哎，我有裤子了，我有裤子了！太好了，我终于不是个遛鸟侠了。哈，我也是只有裤子的猪了。然后现在要干嘛 ？Find the underground treasure house and talk to the treasure keeper。这就下来了。对了对了，他们有这个翻门的动作，很妙。等一下，这个斜的还让不让人过啊？插播一则消息。我觉得这条我可能是原神玩的太多了啊，这条看起来很像原神，这条很像原神的那个道七那边的副本。一定是原神玩的有点多，看起来特别的亲切。亮了，看来是什么机关打开了，再回去吧。哦，灯亮了。打不开。Use your mouse control， 不不不不不，奇怪，它任务点在哪里？它在上面，我要怎么上去？这里面有什么？是不是要到了？哎，怎么又可以上去？哦，这是个迷宫吗？我快迷路了，我都出隧道来了，就在人家家里后面，这不太妙吧？晕了，迷路了，这是要往哪走？该不会是要往刚刚的水里走吧？我记得刚刚好像还有一处放梯子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刚刚是从这边一路过来的，好像也没其他岔路。这里还有个梯子。我们刚刚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不是，这是另外一处，这里不知道是谁家。来看一下这谁家哦。就在他家楼梯下而已，他家的楼梯阁楼下而已。天哪，四处都是暗道，开门啊！看来我只能跳水了。跳水，好，往这里走，这里只有一条路。哦，这里还有个机关。You heard your noise of some gate opening from afar. 好，那看来看是门开了，可以回去喽。门开喽。不是门开了吗？等一下，门在哪？不是这里的门吗？门呢？啊，这里也有一个门吧？啊，对了对了，这里有个门，总算上来了。这个任务点，啊，这里是什么？这里还有一个。啊，好了好了，下面那个门总算是开了。隔壁是不是有个暗道？不知道是通往哪里，我们要抱持着求知欲的精神去探探。这不知道是通向谁家？那我们来关切一下。
就在他身后，怎么到处都是，到处都可以躲人呢？走起！哎，门有这么远吗？好，门在这里。哇，好多宝物！我可以拿一些走了。不行，我得先跟他说话。Treasure keeper, it's not easy to go through the secret tunnel and get here. 字太长了。这是他们的 NFT 吗？这是他们的 NFT 吗？啊，那，非常的日式卡通。非常日式卡通。还有穿着水手服的。啊，这尊怎么特别亮，这是特别亮，有点反光了啊。好了，可以看见了。巫女服什么的挺赞的、啊。结束了 ,go, 还没结束 ,go back to Ninja Master and ask him how to enter the forest. 还没结束啊。OK OK， 我可以用 restart。哎、啊，不对，是 respawn， restart 就重来了。刚全白跑了。看，我们可以用 respawn 吧。respawn， 嘿，哼，这才叫忍术，学着点啊，晓得吧？这才叫忍术。哎、欸，为什么要上去？绳子在哪啊？梯子在这。哇，刚刚那一招才是忍术啊！哎、欸，忍者刚施展完忍术，我查克拉有点不够，查克拉有点不够，跳不太过去。查克拉有点不够，跳不太过去。原来是我跳高了啊！我不该跳那一根的。啊，可以了，可以了，妥了。Hide and seek， 还有新任务。等一下 ，Find six ninja hiding in the town， then report to the ninja master。啊，所以刚刚那几个藏起来的是任务啊，不是他们随随便便拿出来乱的伏笔吗？没有问题。嗯。啊嘞，哪里来着？啊，这里来着，这里一个。啊，对啊，有任务提示哦，傻逼。啊，还会跑哦，还想跑啊？等一下，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不小心踩到自己刚设下的陷阱。看一下还有哪里有，是不是要靠很近才会看到？这里有吗？这家店铺好像没有，总不会藏在马厩里吧？门可以开吗？可以。哎，怎么不给我开门？不让我进门呢？奇怪，刚刚还有哪里啊？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为什么会有在上面？上面为什么会有两个？还想跑？这要怎么上去嘞？躲在上面哦。啊，底下还藏了一个。啊，跑啊！我需要知道这要怎么上去。
个绳子，抓到一个，还有一个屋顶上的，屋顶上要怎么上去？看来是要从外面。卡住了，屋顶上怎么上去？让我找一下有没有什么路，后面的杂物堆可以吗？哎呦，白痴，有楼梯又白痴，有楼梯哦，早说哦。哈，哎，怎么还少一个？怎么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在哪？看来又要靠很近才看得到。这里看起来是没有，一路跑过来，看起来没有。天啊，完了，后面还有一张地图，可是我已经头晕了呢。这里还有吗？至少这里好像没看到标示。不是这吗？完了，我找不到忍者在哪，我找不到最后一个忍者在哪。啊，我看到了，在上面。啊，很好，那这个要怎么上去嘞？啊，找到了，绳子。各位，你们这个家好像有点不太安全了。抓住你啊！好，回去交差，可以交差了。我们要回那个房子交差。有吗？再来呀、啊、！Help the forest guard to defeat the Onimushi。对啊，鬼屋子我们还没看到。Then report to Omyongji。Omyongji。在场有人有玩 Omyongji 吗？阴阳师手游，退坑很久了，在此。看一下我们要去哪里找 forest guard？ 啊，应该是刚刚锁起来那里。是这里哈，对，没有错。熊猫人，呵呵，手里剑。嘿 ，Hello， 嘿、hey! ，有了有了有了，原来是要跳着射啊。哇，音乐终于变了。呵呵，要求我这些妖魔鬼怪，其实有点痛，被打到还是会痛的。人家鬼火，别人鬼火也是这样扭一扭，扭一扭，转个面。地藏，地藏小僧。这要往哪儿走啊？这里，这里有路吗？这里没有路，可以直接越狱吗？不行。是要走外围是不是？到了到了，你们这个地方也太恐怖了吧！阴阳师到底有没有在干事 ？You did well to get to the。不会念，还有个小纸符，找到五个 Jizo Status，
In the forest and report to Ong Yong Ji. 找到五个 Jesus it 就是地藏小僧的雕像。趁人之危，有了一个。刚里面有一个，那里又有一个。咱们先来这边这一个比较近，两个。那边要怎么过去？那边是不是要绕一下路？啊，这边反正是死路，得出去。看来要从另外这边过去，那边好像都没有了。从另外这条路过去，啊，这里有一个，三个。四个啊，不好意思，借过路过。第五个在哪？看不到标示，第五个在哪？第五个怎么在那里？啊，原来是这样。这个木板看起来就非常可疑。好啦，到了第五个，我们回去可以跟我们的阴阳师。报备，独眼小僧，这对话有点太多了，不好意思，偷偷跳过哦。大家有兴趣再自己慢慢读一下他们的对话哦。Collection prayer。Bed in the forest. Prayer bed 是什么？这是好，不知道这是什么。十个哦，不是很明显的，要靠近才看得到。这两个，三个，这里没有。四个，真的要靠很近才看得到。而且它又小，五个。这里还有吗？这里面应该有几个？六个，没了，这里没了。这个绕路着实是有点烦人。得绕到另外一边去。这里还有吗？七个，一喊，八个，还有两个，九个，十个 ，yes， 好了，我已经达成任务了，现在该干什么？Please go help the soldier and defeat the castle. They are under extreme attack from the demon. Okay. Let's go. 等一下，这不是要传送走的意思吗？ What? 我得自己走回去的意思吗？那里有三个任务标示，但是这里是堵起来的，什么意思啊？是我走错路了吗？对了，是从另外一边走。这里没有被堵起来啊，城堡是在这里的。音乐一变，画风一变，我们要进入战斗的环节了。有点痛，我怎么剩两滴血了？
有没有可以补血的？帮补个血吧。差点就被你打出来了。看我一两滴血，很少在他。OK， 还是死喽。想说我可以一两滴血横扫千金，第五只，那个红红的不会就是鬼舞者吧？那应该只是赤鬼而已吧，普通的赤鬼。但是 BGM 是不是比较小声？那我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 ？Find a way to get to the castle entrance， 这是要我自己找入口的意思吗？他的 BGM 有那个啾啾的声音，这里是个入口啊。哎，我要怎么上去嘞？有了，从这里上去啊！原来如此啊！身为一名忍者，肯定是爬墙的嘛。Find the door in the castle， 我还得再想办法自己找地方进去。我可以说你狠的，而且你那个墙壁还是用斜的。看一下这墙壁从哪边可以进入嘞？不是，这看起来没有可以突破的地方嘞。咱们这要从哪儿进去啊？按太快了，他说什么？所以我该怎么上去？至少先杀怪了。没挥到，难道我得把怪物给清走了才能进场？应该不会有这么傻。怪物都清光了，难不成我要往水里跳？啊，这水是跳不下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进去啊！啊？难道是爬树？还真的是啊，哈哈，哎，这个有点痛，哎呦，它挺痛的呢，是不是得打败它？不行啊，它没有血条。怎么过去嘞？啊，有提示，好、哦，原来是有提示来着哦。从这边进来，这里可以出来。
还有按错的，好烫哦，这个玩意儿。应该还有一处机关，哎。在这里，后面没了吧？可以进去了吗？可以。啊！酷，那是个陷阱来着，还以为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去踩一下。到了，到了，这压天狗。等一下。直接就打 boss 了吗？我刚刚只是不小心闯入，然后想说出不去玩。这看一下这个，嘿，嘿，嘿，这不知道是干嘛的，看起来是可以对他造成伤害吗 ？Help！ 我才需要 help 吧，我才需要 help 吧，这怎么打？打就对了吗？算了，无脑打吧。但他看起来不会掉血。对啊，他 block。他还会让我背，什么意思？是不是要用那个 seal 去让他的 block 掉？哦，天啊，这关怎么回事？我是看没有呢。这个到底是干嘛？而且这小怪会一直再生。地板上怎么有个封印的标志？照理来说是把这些全部都按一遍啊，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作用呢。这些小怪好碍事啊，四处接风。那道闪电看起来是他打的，我不行了，我破不了关，我头很晕，我很想吐。旁边的题是什么 ？Right click to defend， left click and hold to perform heavy attack。但我 heavy attack 打不到他啊，他一直在瞄奇怪的小怪。然后你看，我他妈还死了。这 heavy attack 需要瞄准呢、欸。然后他会绕路，他会绕开小怪，他会绕到侧边去。嗯，喵。有了吧，终于有了，操你妈，给老子过来，去哪了？飞到房外了，给老子回来哦，您背辛辛苦苦，被围住了，干，游戏不是这么玩的，哎，小怪太多了啦。我得封印起来，让他招不出小怪是吗？啊！真辛苦，忍者是这么辛苦的职业吗？高危职业，我现在就是被摸一下就死，而且我还会一直黑屏，是什么意思嘞？黑屏是我他妈人格了，重开吗？这黑屏到底是什么意思啦？
打不赢穿墙，没有错。封印，封印，啊，封印，哎，操，封，封印，滚开啦！背对是什么意思？我的左键按住了呀！我吃好你的吧！看有没有正面对决、啊？你一直滑到旁边去是什么意思？啊！终于到了！妈的，给老子过来！烤死你！啊！怎么又 block 了？我要死！我要死！啊！太辛苦了，再封印一下。这个应该是多人关吧，需要一个坦克，需要一个坦克群封，放群体嘲讽，拉入这些小怪，然后还要辅助在旁边把那个小怪给封印起来。然后再需要一个奶妈，啊，被打回老家。够了，这 block 也太快了！没打到，你妈的，是不是男人啊？正面对着啊，你个小人！预判了我的预判，啊，太好了！预判了我的预判，有了吧？看，被打回老家，我操！哎，洗白！不要再过来了，你们去，该死！小杂种！给他妈的又 block 了，好伤眼。不是我的错觉吧？他那个画面一直，他那个画面一直在往前，摄影机一直往背，我去，气到语无伦次。他的摄影机一直往前抖，然后还有时不时的黑屏，是什么意思？围之内，可以了，哎，擦一下，嗯，给我过来，他妈又 block 了，哎，牛掰，就差一点，就差了25滴血啊，这小怪太多了，等一下要封一下，啊，一直来。等一下，我就差了25滴血，啊啊啊！啊，我要疯掉了！正面对决，啊，好了，归零了。我去啊！我终于打赢他了，该死的将军！现在要干嘛？现在就是往上爬就对了。而且我好像刚外面有东西没捡，怎么回事？还掉下来？哦，还得开门是不是？不捡了，那八个东西没必要捡了吧？我累了，给了我两个公寓，等一下当我乞丐吗？老子这么辛苦，你就给了我两个公寓？What the fuck？ 但我虽然说嘴巴不想捡，但是那八个东西说不定任务需要啊！你就这样把我传送出来？啊，这公寓还不是给我的啊？这公寓是拿来供奉的啊！我
不丢你。忙了这么久。Talk to Monk, 哪里？没了吧。Stay or leave? 当然是 stay 啊，我还有八个东西没捡呢。还能回去吗？我还回得去吗？我还回得去吗？我要证物。从哪里进去来着啊？从哪儿进场来的？我已经忘了刚刚是从哪进场了。晃了一圈，我应该从侧边这边。奇怪了，刚刚是从哪入场的？我连从哪入场都不知道了。这是封闭入口了吗？没记错吧？不可能是从这里啊。Hello?Hello? 哎，我是不是入不了场了？哎，对，我们刚刚是解完任务，然后跟外面这家伙讲话。这家伙啊，我们刚刚是解完任务，然后跟外面这个家伙讲话，然后才传进去了。西巴塞给！啊，所以我那八个东西就解不了，我那个 CEO 的 Devil 的那个任务就解不了了。笑死！啊，好累哦，我的天啊，我不行了，今天就玩到这里吧，太累了，头好晕哦。刚那个太难了吧？传送的没有错，我记得刚刚是传送的。我不行了，我要离开这个游戏，我受不了了，我再玩下去我会吐了。好，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我这样真的会吐。我们下次再玩点别的吧，希望不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关卡。主播啊，按按叮咚学，我刚好要下播了，主播快吐了。主播被一个奇怪的群殴战术快吐了。结束了吗？主播拜拜，没有错，结束了。主播今天不行了，太难受了。刚刚那个群殴。好啦，我们下次再见。我真的累了。大家晚安啦，感谢各位今天陪我玩 Sandbox 没有错。然后那个我们 Summer 的游戏，我们 Summer 大大的游戏还置顶在留言最上面，所以大家啊，我有在影片下方的内容也有帮他做个连结，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玩玩看哦。那就这样啦，我们下周再见，晚安啦，拜拜啦，我要离开这令人恶心的关卡，跳跳皮跳，妈的，可恶的家伙，晚安。